在做什么事？哎呀！哎，怎么了？怎么了？哎，我的鱼网跳走了，里面都是我捕的小鱼苗，哎，怎么办呢？什么小鱼苗？哦，队长有说过，哎，如果你这样子乱捕鱼苗的话，会造成海洋的生态失衡哦，以后大海里面都不会有鱼了。最优秀的队员就是他，小熊，没错，靠他就可以了。哎，不对啊，那你昨天不是跟我说你才是最厉害、最优秀的吗？我是很厉害、很优秀又会唱歌，但是我不太会游泳。哦，被你打败耶，靠他就可以了嘛，很厉害的。知道吗？这些废弃的浮球以及渔网流入到大海里，会缠绕海狮及海豚朋友们，会让他们死翘翘的。哦，我现在知道了，我回去把这些资讯告诉海洋村大家的。好，我知道了哈，你赶快去告诉大家了哈。哎，真的是不要让别人跟你犯一样的错误了。哎呦，还好今天小熊没有事情，但是不得不说，两队都表现得很好。白熊队不仅弄破渔网，让鱼苗能够游回大海，而海洋队也及时发现救了伙伴。不仅如此，你们还把正确的海洋知识告诉给了大家。现场的朋友，掌声鼓励献给他们吧。哎，那么呢，今天队长也准备了荣誉徽章，要献给表现良好的你们。海洋队准备好，来领取你们的徽章吧。好的，在这么感动的时刻，再来点最大声的掌声好吗？非常好。好的，那么呢，队长相信啊，有你们这些认真又负责的巡警队员，这个宁静的小渔村以及美丽的大海都能健康永续的存在哦。那么呢，今天这么特别的日子，我们邀请到了海狮巡警队的大前辈来到这里哦。现场的朋友，拿出你们热情的双手，让我们一起欢迎大熊学长出场啦！答对了，来吧，掌声鼓励献给他。
送给你一个小小的礼物哦，一起来到我们的 VIP 小镇台，眼睛来面对着大家，双手贴紧，往你的右手边靠一点点哈，都不要乱动，看着正前方就可以了。好的，那准备好的话呢，一起邀请可爱的阿海排到前面，给他一个大大的 kiss 啦。OK 哈，那先回去各位休息喽，谢谢你，恭喜你答对了哈，下次欢迎加入海狮巡警队哦。好的，那么现在的圈圈叉叉都比得很厉害，尤其是我们的海洋队，正确的海洋知识概念都有。那你们先去后面准备准备，待会和我一起处理民众的报案吧。收到。好好的，那刚刚都是大朋友的时间，小朋友的时间来了哈，待会只要在原地回答队长的问题，就有小礼物可以拿咯。好，那我先来看看这边的小朋友，记得要举手哦。有没有人知道小瓶盖在海洋十大垃圾里面是第几名？来，一二三举手。好， OK， 看到了哈。好，来，那呢比较高的黑色衣服拿着帽子甩来甩去的这位小帅哥就是你了哈。来，你可以站起来吗？那可以比给队长看是第几名吗？第二名，恭喜答对，掌声鼓励。哎，非常的厉害哦，这个环保小尖兵，可以帮我把礼物传上去吗？传给那个小帅哥，小帅哥举手呀。哎，把黄色帽子举出来。对，没错，就是那位小帅哥了哈。好的，来，那紧接着呢，换这边的朋友了哈。有没有人想要回答？记得举手哦。来喽，一二三，举手。好。我看到哈，有一个举手举得也非常快哈。好，来，那我就点了前面这位黄色衣服、黄色雨衣的这位小帅哥，绿色口罩，就是你啦。对对对对对，哦，好，来，那我先问问你哦，圈圈叉叉你还记得吗？啊，算了，没关系，那我问你好了，你离我有一点点远，你可以大声的回答我吗？可以，对不对？哦，可以。来，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恭喜答对，掌声鼓励。哇，非常厉害哈、哦！这一题答案哈、哦，队长不知道哈、哦，只有爸爸妈妈、弟弟知道而已哈、哦。你表现得非常。那待会两位朋友啊，双手举高，接住垃圾了以后呢，丢到资源回收桶里面，看谁捡到的垃圾最多，那一队就可以获胜啦。好的，那现场的朋友，待会要拿出你们的热情，一起帮他们加油打气哦。那现在呢，大声的数到三，比赛就要开始喽！来吧，一起喊，一。好，那我们的海洋队呢？跟白熊队 ，OK， 看到两队都是白熊队的啦哈。好，我已经发现了，哦，好，一人一颗垃圾，公平起见。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白熊队这里跟海洋队这里呢，我都没有看到队员都乱扔了哈。好，没有关系，现场的朋友，我们一起把那个双手拿出来，帮他们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剩下两个垃圾了哈，我们来看一下是谁会获胜呢？哦，看来是我们的白熊队哦，海洋队。把你的垃圾丢给队员吧，加油 ！OK， 好，那呢，哇，非常的厉害哈、哦，垃圾都丢到那个上面去了哈、哦，哎，不错不错，好，那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比分啦、啊。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海洋队这里有四个垃圾，听起来不错哦。白熊队这里有五个垃圾，恭喜白熊队获胜！帅哥，看一下啊、哦，在这里正在为你鼓鼓掌，表现得非常好。好，来面对前面一下哈、哦，哦，有没有精神喊话？然后说你做得很棒。这里呢，送给你一个礼物，就是海狮巡警队的限量小徽章一个，恭喜你。好，来，帅哥过来这里哈、哦，不要害羞，我们那个阿海有话对你说，你想说什么？加油，没有关系啦，阿海，那个你下次很棒哦，你刚刚已经很厉害了哦，下次的第一名就好了。来，帅哥，下次第一名 OK 吗？ OK， 队长相信你，这里也送给你一个限量小贴纸一张，恭喜你，可以回去座位上休息咯。那我们再次把热情的双手献给热情的哎两位帅哥以及优秀的队员们吧。非常不错，非常不错，现场的朋友刚刚的加油打气声也非常的大声哦。我们来看一下海面上变得很干净，那是因为有大家的努力，所以今天的任务特别的有意义，你们说对不对？对，非常好。呼叫队长，呼叫队长，是报告，请说。刚刚收到民众报案，海岸边有渔网卡住，需要协助。好，收到。哎，那么现在哈、哦、又有一个紧急任务了，白熊队，你们赶快去后面准备一下工具。海洋队呢，就跟着队长留在这里。今天刚好有这么多的人在，我们一起把正确的海洋知识告诉给大家吧。收到。很好。
好的，那么现场的朋友，相信你们都有感受到海狮巡警队的热情以及活力啦。那现在呢，热情跟活力就要交流到你们手上了哈。待会呢，队长会问大家几个简单的问题。那现在呢，每位朋友都来找找你们椅子底下有一个圈圈跟叉叉的按钮哈。哎，对，很认真找哈，找不到没有关系，队长跟你们开玩笑的哈。哇，大家都非常的认真哈。好，来，没有啦，我们的这个哈是双手要比出来，圈圈就是这样比，来大家练习一下哈。哦，不错，叉叉怎么比？就在胸口上比叉叉，大家都很棒哦。好的，海洋队准备好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马上来回答问题喽。第一题，请问我们要不要做好正确的资源回收？恭喜答对，掌声鼓励。现在很棒哦。好，紧接着呢，哎，第二题，进阶题来了哈。有，好好好，我相信你们了哈。好，那我就不跟你们计较了哦。那现在呢，时间已经不早了哈。哎，我要来马上分配一下今天的工作任务了。仔细听好喽，在这个美丽的台湾东海岸，海岸线绵延数十公里。大的洞吗？哎，阿龙，你们什么洞啊？哦，我在前面讲话，你们在后面有没有认真听？哦，好好好，有认真听就好了哈，这个很重要，要专心一点哈。我要继续了哈，保护海洋的第一步呢，就是要维持海岸的干净。今天晚上吗？喂，你们，我都已经转播超过3秒钟了，还什么约去唱歌，我都听到了。哎呦，真的是头很痛哎。好了好了，今天呢，你们的任务呢，就是去维持海面上的环境，以及确认垃圾污染的状况。那你们先去准备工具吧。收到。哦，很好，好的，那记得东西都要带齐。现在外面正在下大雨，一定要注意安全。你们，OK， 他们又给我先走了啦，哈，没有把我的话给听完哈，没关系。其实我告诉你们哦，我的队员啊都表现得非常非常的优秀，只不过有时候两光两光的搞不清楚状况啦。但是今天的任务非常的重要，希望他们不要搞砸啦。那队长我呢，就是确认他们的准备工作哦。他说在我们东海岸189巡警队啊，他们是真的是超厉害又超负责任的啦，真的是了不起耶。哎，啊，我车上怎么那么多垃圾啦？啊，一定是最近都忘记追垃圾车了啦。哎，我看海面上也没有人，那我通通丢进海里好了。哦，赶快丢一丢，早点回家休息啊！下次真的要记得追垃圾车哎！哎，丢完了赶快来回家了。哎哎，不对啊！啊，你们都看到我乱丢垃圾了哦！啊哎，那帮我保守这个秘密，不要说哦，真的不可以说哦。哦，阿阳，你快点啊，每次都是你拖拖拉拉的，等一下影响到大家下班，你怎么办啊？好累哦，都是那个阿贵啦。昨天晚上后，我们两个去唱歌，哎，他们刚才迟到，被队长骂。不过阿海，你昨天唱歌唱得很认真哎，不然你唱给大家听好了。好精神，非
巡警队的模范生，时间一到啊，就马上来集合了，表现得很好，要继续保持哈。好的，紧接着海洋队阿海，阿海，海洋队人嘞，白头队，你们有看到他们吗？没有，没看到，集合又给我迟到了。哎呦，我在后面早早看好了，真的是呢。哎呦，每次都这样子拖拖拉拉。嗨，大家下午好啊！哎，小熊，你快点，快点啊！我要上厕所，队长重新找你了啊！啊，我要完了，队长点名了，你等我一下，快点，快点，我不要再刷牙了啦！快点，快要被骂了。快点，快点！哎呦，真的是呢。那我刚刚在后面找了非常久都没有看到海洋队、白熊队，我再问你们一次好了，有没有看到他们？啊，他们两个刚才跑出去了，跑出去了是不是？我来看看哈，哎，这里是有人啊，但是没有海洋队呢，不然这样子好了，现场有这么多的朋友，队长来问问看你们有没有看到海洋队？呀，在哪里？帮我找到好不好？我后面，有很多人都坐后面哈，我相信你们了哈，我看一下哈，哎呦，海洋队哦，还知道要来集合哈，迟到的事情哦，待会再说。我们先谢谢你帮我找到了哈。好，现在马上来点名。首先，阿海。不错，这个精神哈，真的是给100分啦。好，紧接着阿阳。两位都表现得特别好啊，声音都非常的大声，相信大家都有听到了哈。但是为什么每次集合的时候总是迟到？都是他，他害怕。你们两个指来指去，到底是谁啊？报告队长，我们两个是因为昨天晚上去车上面那个坏掉破洞的水管太累了，才会睡过头。哦，你们昨天去修水管啊？哎呦，真的是呢，但是可以睡到现在也是不容易了哈。好了，那下次不要迟到了哦。既然我的队员们都到齐了，现场有这么多的朋友，虽然是下雨天，但是还是要振奋一下大家的精神。来吧，我们一起用队歌来暖暖身吧。来啦，来，举起拍，举起拍，嘿。首先，我们一起欢迎海洋队带来的暖身操。右边，左边，再来继续，右边，再来左边，现场的朋友，双手在哪里？来吧，一起拍，一起拍，嘿，有没有看到了啊？不管今天是大太阳还是下雨天，我们巡警队都非常的有活力、有热情哦。听到没有？现在我们一起来欢迎白熊队。白球队的暖身操真的是非常的标准了哈，现场的朋友，你们的热情要准备拿出来了，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带来的大风车，来点尖叫声！巡警队表现得特别好，现场的朋友呢也很有热情哦。好的，那美好的下午呢就从保护地球、爱护海洋开始。我们是海洋的守护者。嗨，大家午安啊！队长。哪里哈？哦，我要去捕鱼啦。哦，天气那么不好呢，你自己注意安全哦。好哦。